到 First Avenue， 我们来吃马来西亚的 The Chicken Rice Shop 鸡饭 Chicken Rice Shop。叮咚来 Chicken Rice Shop， 我来吃 Chicken Rice Shop。我们坐外这里。烧鸡在里面，menu 菜单，那摆放这个汤匙的也是一只鸡的，看一下 menu 什么好吃的，这个是它的辣椒的酱油啊 ，BBQ sauce，ginger scallop sauce 啊，还有 chicken sauce， 这是 chili sauce。第一面就是单点哦，它的单点啊，还有辣椒、云吞啊、鱼丸汤啊。春卷，水饺推荐，脆皮烧鸡，哦，它也是有吃四分之一的鸡，半只的鸡，它是一只的鸡啊。自炒好鸡，任选两种。它这个是生的吗？不是。为什么写任哦 ？BBQ chicken 是蛮好吃一些。还有烧鸡，有白斩鸡哦。这是 crispy roast chicken 哦，这不一样哦。脆皮有这个。还有四种鸡蛋。四种鸡选择了哈，总共有四种鸡、啊，也是有面啊。如果不要吃鸡的话，也是有面，面也是很多选择啊。好、哦，可是今天我们来吃鸡饭，它也是有套餐啊，它有海南鸡饭，这是烧鸡啊，烧鸡饭套餐的19.8。这是面，这是阿三鱼啊，这是鱼的，也是套餐的饭来的，然后叫大份也是两人份，三人份。大哥，ini anda set punya ada apa？Atau ala kat punya? Ini kira macam ala kat lah. Dia ada ayam, nasi dengan sup. Oh, ayam, nasi dengan sup. Oh. Oh. 他没有包水了。Oh. Ini ada. 就是说你可以选其中一种的鸡哦，然后饭和汤是有在里面的哦，就是这个价钱。哦。嗯。没有，这个有2种ayam， 还是1种鸡。这个选两种哎，两种鸡。Ini boleh choose 2种ayam。两种，哦，可以选像你要一个烤一个糯米，哦，可以啊，可以 try 看呢、啊，可以 try 看呢、啊，我要一个这个秘制叉烧鸡和脆皮的，啊 ，crispy roast 啊，全部的呢，因为三，卡三多。你要看你要吃什么，你要哪一个鸡？豆干。豆干。没有了。什么豆呀？豆呀，就是豆呀，红豆。哦，红豆。红豆呀，那个一罐一罐 plastic。哦，它是有豆呀面，
或者是矿泉水，它是中国茶了。他拿烧羊面。烧羊面撒多？多撒椒。饮料和甜品这里是有很多选择，有红豆冰啊，哎，红豆冰看到，可是没有了，红豆冰已经没有了，不然想必是想试试看的这个红豆冰，叫什么？是没有，是没有卖的，看看，这个七彩七彩野果，七彩野果，还有针对。是有卖这些东西，都是槟城特产，槟城美食。还有一个 must try 的，就是这个 curry chicken， 还有这个海南 curry chicken， 11.8。来一条。哇哦！是蛮大份的啊，烤料这个，那还有这个什么东西？还有豆芽、卤蛋。还有豆芽、豆芽，还有汤，烧鸡，秘制鸡，那个脆皮烧鸡，豆奶，这是啊。它的酱料啊，辣椒啊，这个是姜丝来的，姜丝来的。哦，它的油饭很漂亮啊，黄色这样的。黄色。对啊，好像很好料的。饭好吃，好吃，酱油开始，还要放上油饭呢，鸡油饭，汤是蛮香，还有饭很香。姜，有点姜丝，哇，辣椒蛮辣的香。
吃饱啦，总共吃了34.3块。吃到空空。